其实不会有离情依依的感觉，但是我们绝对这种情谊、革命情感永远长存在心啊！一下左拥，一下右抱，国民党新党团总召傅昆萁和正副院长人选韩江佩一同感谢旧总召曾铭宗的付出。不止所有女性立委送花，傅昆萁更拿起麦克风 hold 住全场。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feel attention, please？ 那个，我们是不是哈？这个所有的我们这个天使啊，我们围绕着我们总召，好不好？我们先照一张。傅昆萁用英文切换炒嗨气氛，把蓝营党团会议当成是自己的主场，深情喊话之外，更送上公在台湾琉璃给曾铭宗，紧握他的手不放，致谢了将近五分钟。特别感谢，在过去第十届，我们最风雨飘摇的时候，又是国会的少数党，但是呢，我们曾总召，他真的是啊。不负所托。不过新党团看似一片祥和，底下却是暗潮汹涌。原本也参选总召的资深立委赖世葆说为了大局退选，但赖世葆明明会议有签到却提前离开，只留下一封亲笔信给秘书长黄建廷。难道傅赖心结还没解开？在我桌上这有一份他亲笔签的这个啊，我为大家念一下。本人赖世葆委员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立院党团第十一届第一任总召集人选举。赖世葆委员他好像没有全程都待在现场。好，来，嗨。傅昆萁不回就是不回，只是会议不止底下立委姗姗来迟，秘书长和新就任总召书记长一起喊口号，喊了几次韩国瑜一起来，对方只挥挥手婉拒，脸上满是有点尴尬的笑容。新任党团干部上任总召之战虽然落幕，但傅昆萁想要一手主导党团，恐怕不是每个人都心甘情愿。欢迎我们周崇文、陈世雄、叶玉娜台北采访报道。世界局势变化莫测，你我都身在其中。国际间合纵连横，外交、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无所不争，无所不战。环球大战线全方位观点，与您一起剖析战略，走进环球竞争最前线。